粉紅吸管有咩用嘅咧？當樓上排出污水嘅時候，渠管裡面會產生吸力。如果冇咗粉紅吸管，就可能將樓下隔氣歪管裡面嘅水吸走。咁即係臭氣同病毒有可能通過渠管入屋。粉紅吸管係要平衡氣壓，減低衞生嘅風險。呢樣嘢好緊要噶，最緊要唔好亂改，唔好拆。有問題就要揾合資格嘅建築專業人士啦。嗱嗱嗱 ，check 佢啦喂！想 keep 住渠管健康，快啲上 YouTube 睇片啊！